一切都重回正轨了。起来，你这咋了？咋了？我寻思店里装修差不多了，找个八元呗，要不咱俩忙不开呀、啊？行，怎么办？那整呗。我这么寻行吗？你这分钱有这个高啊？人家都三千呢。就三千五吧，流水线高的话，再给点奖金，剩下的跟别人家一样呗。行，那你看整呗，你整吧。行。呀、嗯，没有。哎，你好，喝点什么？嗯，对，你应聘啊，大新，来应聘呗。不，你跟他聊呗。我那边还有客人呢，你招呼一下。哎，来了。大新，去吧，你坐下等我一下。哎，啥情况啊？这人咋骨这么严啊？他脸上有胎记，家里没有钱，撒两份工嘛，攒钱不做美容嘛。嗯，那他要来的话，对客人影响多不好啊。没事吧？再说应该。啊，行，那你觉得能用就行。那我明天让他试了啊。行，你安排呗。哎，对了，啊。你咋了？太热了，没，咋了？他叫啥呀？他程兴诺，你在家？嗯，程兴诺，他叫停。知道。嗯。没事吧？说啥呢？我有啥事儿？你赶紧干活。